西安意外发现一座特殊的墓葬，虽然营造简陋规模一般，但墓葬等级却仅次于帝王，更令人困惑的是墓中一片狼藉，就像是被人为毁墓。幸运的是，墓志铭还在，上面记载了墓主一段离奇的人生。而他竟是太平公主最亲近之人。墓主到底是谁？这座墓葬又将揭开？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？感兴趣的老铁，别忘了点赞加关注，长按点赞三秒还能触发神奇特效，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古墓。 2019年6月，在西咸新区空港延村附近，准备进行道路施工建设。按照流程，需要考古专家进行勘探。果然发现一批古代墓葬，从空港新城到秦汉新城一带，自古就是皇亲贵族的墓地，又被称为洪都原，是渭河与泾河的分水岭，南北数十里、东西百余里。原上埋葬着五位汉代皇帝，号称武陵。2013年又在这里意外发现上官婉儿的墓葬，而此次发现的墓葬群中。 有一座古墓格外引人注目，并成为抢救性发掘清理的重点。在初步勘探中，考古人员发现这座墓葬拥有四个天井和一个斜坡墓道，专家断定它是唐代高等级贵族大墓。但在进一步勘探中，他们又有新的发现：这座大墓竟拥有五个天井，看来墓主不是一般的尊贵显赫。从斜坡墓道进入地下位置起，前四个天井非常标准，且形制相同。 根据这四个长方形天井长度和墓道相当，推断墓葬来自唐代初期，也就是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的唐高宗时期。就在继续观察第五个天井时，专家注意到墓群长的现象，大部分情况下唐代墓井除深度以外形制基本相同，但这座墓葬的第五个天井却是面积更大的正方形。难道这里有什么讲究在吗？看来只有正式发掘后才能知晓。首先清理的是墓葬的封土，所谓封土是指墓葬上方。 由人工堆积起来的复垛状土丘通过绘图拍照提取标本等资料收集后，封土很快就被移除。五个天井和墓室位置变得清晰起来。他们发现第五天井不仅结构异常，而且边缘还很不规整。专家怀疑会不会是天井塌陷造成的。按理说天井作为身份象征，还承担着运出墓坑中填土的作用。下葬完成后，墓坑墓道天井被整体灰填。经过数年时光交替，砖砌的中空墓室会由于种种原因倒塌。 这时候，上方的填土也会随之塌陷，因此形成陷坑。但实打实被泥土填埋的天井，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难道是嚣张的盗墓贼所为吗？继续向下深入发掘，墓中竟出现王公贵族都不会有的设施。这是西安一座唐代高等级墓葬，能拥有五个天井，且等级仅次于帝王，就说明墓主出身高贵，大权在握。但墓中却被破坏严重，好在墓志铭揭露有关墓主往事，他竟是太平公主最亲近的人。 这位神秘的墓主会是谁呢？随着发掘持续进行，墓道形制逐渐清晰，但也出现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。根据以往的考古发掘经验，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墓葬多采用长斜坡式墓道，这座墓葬的墓道确实又短又陡。为了尽快解开谜团，考古人员加快发掘速度。遗憾的是，墓道东西两壁的壁画保存情况并不完好，大部分已经脱落，只剩下斑驳的灰白色地障层。由于第五天井紧邻墓室。 他的清理速度也最慢，这时考古人员发现第五天井口大地小，填土中还不断出现破碎的砖块，随着砖块越挖越多，直到露出排列整齐的砖墙，他们才最终确认延村一号墓竟然是一座双室砖券墓，是仅次于帝王的葬制，一般来说只有三公和亲王这样，正一品级别才能用得上。如此显赫的墓葬等级，更让人好奇墓主到底是谁。发掘工作仍在继续，和前世一样，后世也出现大量碎砖。 大家都有种不祥的预感，墓室的顶部已经消失，碎砖块呈上尖下缓坡的山包形，堆积在墓室底部，这很明显是人为破坏引起的塌陷。这座墓葬果然遭受过严重盗扰，那么墓中还会有文物遗存吗？将混杂着砖块的填土清理出去后，他们在后墓室偏南的墙壁上发现了一个很深的盗洞，盗墓贼应该是从墓葬后室垂直向下，然后横向挖掘，最终打破了墓室南壁进入墓中。通过对盗洞的分析。 他的形成时间和墓葬年代非常接近，也就是说，下葬不久就被盗了。随着发掘工作渐进尾声，墓葬的构件逐渐显露出来，墓室地面一片狼藉，即使洪水也冲不走的沉重石门，现在却被拆成散件丢在前世地面。在墓道的过洞中，考古人员共发现六个壁龛，其中四个没有任何东西，另外两个则摆放着制作粗糙的陶俑。在千年时光挤压下，这些陶俑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。修复之后，发现它们种类单一，数量有限。 明明墓葬的等级很高，为何随葬品会这么简陋，甚至寒酸？就在这时，第四天井又有新发现，一件石雕的人头出现。紧接着，在前墓室底部发现。
两个望住顶部的摩尼珠，原本位于神道两侧的石像生，为何会出现在天井中呢？专家认为这还是被盗扰的结果，出现这种情况的绝非个例。在已发掘的唐代墓葬中，石刻出现在墓葬内的案例已经超过十起，不难怀疑其中有什么共通性。随着墓室内堆积的碎砖块被清理干净，墓葬被大肆破坏的痕迹愈发明显，连部分地砖都被揭取，前世也只有门枕和门线留在原位。根据种种现象，专家确定这座大墓遭到报复性的毁墓行为。幸运的是，在前世的地面找到了墓志，通过解读上面的铭文，大家终于揭开延绥一号墓的墓主身份，他竟然是太平公主的驸马薛绍。按照唐代的礼制，驸马的官职也只有从五品而已，而薛绍却能享有亲王或正一品墓葬行制，可见太平公主对他的重视。薛绍出身于唐代门阀世家河东薛氏，不仅是武则天的女婿，还是唐高宗的外甥。永隆二年，也就是公元681年，太平公主下嫁给表哥薛绍，婚礼中由于公主的敌车过于庞大，有司不得已拆毁圆墙让婚车进入，从长兴门开始沿街设立火把增加气氛。这场旷世奢华的婚礼也被传作佳话。这里纠正一下电视剧的误导情节，史书记在薛绍氏出婚根本没有逼死原配的说法，垂拱四年受长兄谋反的牵连，从而被捕入狱，并于第二年饿死狱中。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都没有为薛绍立传，有关他的记载也很少。这方墓志的出土无疑丰富了史料，上面一共有600多字，明确地记载了薛绍的世系、官职以及死因等相关信息，也澄清薛绍并没有参与谋反，是被诬告而死。虽然自身没有作为，但因迎娶太平公主，薛绍也迫不得已卷进李唐皇族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。无论是唐高宗李治还是武则天，亦或是太平公主、唐玄宗李隆基，这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都和他有着复杂的亲缘关系。威势晚服，被洛城而西转，白燕家萧，知秦陵而北迈。神龙二年，即公元706年，在其长子薛崇业和次子薛崇简的主持下，将薛绍起秀归葬于长安。此时距离他的亡故已有17年之久，这也就解释墓葬没有遗骨和棺椁的原因。至于墓葬是被谁给破坏的，现在也没有明确的线索，不过倒是有一个倾向的人选，大家认为会是谁呢？可以在弹幕或者下方的评论区进行讨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，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老铁，可以点个赞或者关注，我会持续为大家更新的。如果有说的不好的地方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，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